现在我们要吃这个咯，然后钟慧婷，哎呦，素颜不要拉我，墨镜墨镜，干嘛？有差吗？感觉怎么样？你害怕？我觉得你说这个吗？我说他素颜，我觉得比较好看。我也觉得呢，来来来，拿着拿着，我现在动哎，好危险哦，完全没有碰向方向盘哎，好了好。好可怕。开始了，我们还有在录吗？我们要吃啊、哦！这是什么？克林台包。哎呀，这吃超多次的。艾米丽没有吃。太近会害怕，脸很大、哦。啊！等一下，大家看那个脸很大那个妖怪。啊！好，要吃啊！哦。先拍杨丽慧。看这个。其实我很久没吃了哎。真的哦。嗯。我觉得我们还蛮想吃的。太甜了，我不吃。会吗？我觉得还好。我觉得好吃哎、欸，你可能台湾。而且我觉得它跟丹比的好像哦。对啊。就丹比吗？我知道啊，可是它不是关的，可是它现在在台南又很开心。是啊、哦。有。这怎么那么像丹比的、啊？我小时候很爱吃丹比的、欸、你跟黄汤姆一样。之前在那个圆环那边啊，中正路的圆环。以前在那个交流掉下来就有丹比。哦。快点讲话啊！好，看里面料超多，好好吃啊！好好吃的、啊，我不喜欢蛋黄，好怀念哦！我真的很久没吃了哎。上次吃什么时候？十年前。我真的有国中了哎。真的讲得太久了。好好，让我藏在这里。可是你为什么不买啊？为什么？哈？你不是说想说，哎、欸，蛮想吃一下就来买。刚刚你都不讲话，这主持人，你主持人要采访我们的，不是我采访。我不想讲话，因为我觉得它太甜，所以我不爱。我这样讲话不是想吃啊？对啊，很好吃啊，而且热热的。嗯，好。看天气这么冷，就是要吃这个东西啊。好吃。钟慧婷却不吃，哭哭了。哭什么？有什么好哭的啊？因为都没有吃，所以看我们吃。我不喜欢吃，我本身就不太喜欢吃肉包。嗯，而且里面有加蛋黄，好恐怖。然后呢，这是蛋黄才要买的，为了蛋黄而买的，这就跟吃粽子的感觉一样，吃了那颗蛋黄。哦哦，好好好。来，我们要继续走了。拜。